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，竟然如此惧怕一款青年人喜欢的应用软件，未免太不自信了。我们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、滥用国家力量、无理打压别国企业的错误做法。美国政府应当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，停止无理打压有关企业，为各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经营提供开放、公平、非歧视的环境。